去哪里啊？不是说今天去收骨子吗？你腰痛吗？今天好像好一点了。去，我们去医院还是拍个片，快点。我们到医院检查好了。刚刚做了个 CT， 下午来结果。我看你啊，没有我真的不行，你这个家伙。怎么就不行了？硬要我扯着你来。我们今天开始打骨子喽。慧念和婆婆刚才在那边，就那条田，已经在割骨子了。我跟女哥去医院来就来晚一点。可以。这个谷子今天就这个苗好啊，对啊，麦穗一点都不重哦。啊，这个麦穗的好短哦。一年就割一次大谷，好像还挺溜的。等一下，等一辛苦了大卫。哟，宇哥做领导了，视察了，二弟了。领导，你以为我就好玩了吗？你这腰痛真是时候啊。你也可以说腰痛啊。哎呦，说这样的话。一插秧一割谷子你就腰痛了。腰痛了啊。就像阿亮那时候还没结婚的时候啊，一到插秧说我要出去打工了。哈哈哈哈哈。插秧又回来了。你们看他们好坏，你们两个也别割了吧，就照他们意义来收了算了，一下就收完了。算了，我们这么一点田，一年才收一次，哪去哪里体验这个锄禾日当午啊？旱地还在补啊。反正他们要过来一起收了。怎么搞？加油干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哎，随便你了，反正我是腰痛了。不管你们了，你一边凉快去吧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们小队的这片田，十家可能只有四家种稻谷了，其他都种菜了，因为稻谷真的太不容易了，太多事了，又辛苦。收成又不好，今年太旱了。娜姐，娜姐，啊，你过来看，宇哥腰不痛了呢。让我拍。哈哈哈哈哈。朋友，都说我是装的。你肯定是装的。哈哈哈哈哈。哪里有？等一下，我不是拍照，拍那个片子，到时候给你们看吧。哪里有？是装的。你看，他们都打完了。这就是机械和人工的差别，对吧？对呀、啊。但是很多城里人都说，大姐，我要来体验打谷子。哎呀，要体验的朋友们赶紧来哦。对呀、啊，你来我就不用来了。我们打完一秋田了。
叫啥你滚，就地头给他叫喂。叫啥你嘛，那你就。叫啥你？啥你嘛？啥你啥你？叫啥你？喝点水呀，回来啦。好的，那你两个。我们两个一鼓作气就把它。就完了。对呀、啊，你看人家那鸡子还在那里忙着动嘛、啊，是吧？你先去拿那个报告去吧。好。等一下，我们两个。帮一下老爸老妈再打一下电话就能。那今天晚上的我煮饭吧。行不行、啊？行。男人不能说不行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嗯。大姐。哎。你看他们拉那个收割机都拉了好久上不去。所以机器还是有落项。在我们这边嘛，不是平原，对吧？对，像这种丘陵的话就不适合那种收割机哦。对啊，丘陵山地都不适合。刚才拉上去又滑下来，拉上去又滑下来。哦，终于上去了。我都扛不起来。那你在后面拿帽子，拿手机、镰刀上来。嗯，好的。你这背法像那个猪八戒背媳妇呀！哎呀，一年才背一次骨子，背不动了，还是。公公老当益壮，这些都是公公背过来的。哎，哈哈，哎，刚刚好。哎，哎，哎，要不是我们先回去。嗯。看到那边有棵板栗树，好长呐、啊。嘿嘿。我们去宇哥说的那个，旧的那个水厂那里去摘板栗去。可以呀、啊。我们到废弃水厂这里来了，这两个板栗好结，而且好高，不怎么摘呀、啊。哎，那天宇哥是从什么镜头拍的？怎么他们那么容易摘到呢？就是那个窗户上面了。好像我们这样看上去也不好摘呀、啊。哎。哎，得一点下来，看一下有肉了没有。好小一个，看到街上有卖板栗了，看到这个好像还没肉啊，没肉，还没熟呢。这个可能不是那种早熟品种。这么小一个，这么一点点，尝一下，好嫩的。甜还是蛮甜的嘞，它是这样拿，难得拿哦。算了，再等它有肉一点，再来摘。半个月，你看这个都没有。半个月还是一个月哦，要。嗯。看机缘吧，哦。嗯。回去，回去。回去了。看你满头大汗的。妈妈。哎呦，你嗓子怎么那么哑呀？啊？哭了，今天又哭了，多多的。那明天还去不去、啊？快去看一下我哥啊！我哥那里，哎呦哎呦的。怎么啦？你去看嘛。宇哥，你干嘛啦？我。阿亮说你哎呦哎呦的。我去医院，他们就是照片那个说是
腰间盘突出，我就那个医生都建议我去做一个牵引，就拉把人拉拉拉拉，我感觉人都被他们拉长了，拉长了之后我又去上那个中药，他又按的好痛，我差点都回不来了。哪有那严重？我痛的头都晕了，全部衣服全部湿完了，流汗流的，真的好痛那时候。可能是他压到那个神经，压得痛。哦，我拍下来，你看一下吧。你给我看一下。哦，再看宇哥在做这个腰间盘突出，做这个牵引，拉这个脊椎。有点难受啊，这个。大家有没有经历这样的治疗呢？腰痛的朋友们。哎呦，刚刚做那个脊椎牵引做完了，做了有十多二十分钟，感觉人都被拉长，等一下去量一下身高，看有没有长高了。哎呦，真的有点痛苦这个。哎呦，慢慢走吧，现在准备回家了。真的高了吗？你量了吗？没量。那现在医生你回来了，他们怎么建议啊？要注意什么？建议就是少做点事啊，痛的时候。但是我们以前一起做事那些工友啊，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这样子，应该是一种职业病吧。那你要休病假了嘞？那没办法啊。那等一下我带饭上来给你吃啊。没事，走两步还行的，也要多走啊，不能老是躺着。好吧，那我洗澡去了。嗯，你也辛苦了。吃饭啦！我个好东西，你我前两天做的酸姜啊，那个嫩姜好好吃哦。谁做的嘛？嗯，尝一下，快点。那我就把它拍一下。嗯。那哇，看着就好吃。那把两尝一个。来，我尝一下。嗯，好吃。啊，阿莲喽。一口一个。哇！别别。能不能点？嗯，这个好吃。比昨天那个好吃，你昨天谁做的？嗯，好脆的，嗯，不是这个做的太好吃了，甜甜甜。嗯，桃姐开会，今天晚上就是举板饭，啊，好好吃哦，吃完就拿了，来了，八饼干嘞，对，嗯，盐盐的。快点吧，拿，高分咬人是吗？还弄就咬什么？哎，宇哥你不能吃吧？不能吃吧，生姜的，不能吃吧，可以吃的，你不要吃吧，没吃药吧，没吃药也别吃，对对对对，排骨，香芋排骨也很香啊，吃什么补什么，哦，哈我又不是排骨痛，龙骨，有点愣了，今天晚上是阿亮煮饭，他做事回来还。煮饭辛苦了啊，嗯！你们更加辛苦了。我们也还好。你装呗。我装的，弄个尿水的被他们拉的。长高了不好吗？你吃什么啊？又吃鱼皮包肉。今天呢，哭的嗓子都哑了。明天还去不去幼儿园呢？不去了。不要老师问他，他真的明天真的不想去了。那你不去了，明天老师哭了。